这里是在板的，是不是？希望每天都有烤鸭吃。第一次会紧张吗？我紧张到爆，因为一彩排完我就开始肚子很痛。啊、太辣了！对，看我的屁股在动了。有。最近太乖。尺度最大的一次，就是衣服少了点。还有还有还有。我的天哪！啊！对。大家好，我是廖晴，我现在呢人已经到了桃园棒球场。今天呢是上次辣不甜Part 5赛，所以今天比较特别，今天是从第三局开始打。虽然今天是从三局开始打，但是今天乐天女孩还是有开场舞哦，而且不止开场舞，我们还会有学姐学妹组的中场 battle， 所以今天也是相当精彩。那不止如此，我们前两场都因为下雨的关系，辣不甜Part 的女孩表演很多是没有表演的，很可惜。但是我们把它移到了今天。所以今天赛后演出也非常的多，多达11组的女孩表演，大家不要错过哦。那我们就去练舞咯，走。趁现在就来问一下云溪、今天的表演有什么？我个人的话有中场，就是学姐学妹的 battle 啦。紧张吗？好像快忘记怎么跳了。Oh my god！ 因为你给我好好练哦。今天是延赛的啊，等一下还是要练中场啦。好啦好啦，我们等下练舞啦。各位，我们刚练完，我们富二代的舞，大家的状况就知道，我们刚刚真的是卯足全力起来跳。今天就要到后面已经没力了，真的是终于我们演到了今天，终于要上场了，各位富二代。那这个人直接换一首歌，他直接我前一晚换一首歌。他这个人前一晚发烧，啊对对，我前一晚发烧了。啊，这个人现在还在开年历。富二代是发什么事？好啦好啦，期待我们赛后的演出。这是认真的汗水，哇，这个好累啊！肉总安安，你今天要表演了，好意外哦！是吧？是，每年都要让肉总表演。后来他们在那个群组里面出现了一句话：“你迟早要唱的，何不现在就唱？”唱吧，唱吧你！而且我跟你说超坏的哦，我那时候还问说：“哎，不然要唱什么？”含泪跳下下下，然后贝贝后来又说：“不然你唱下雨天。”女孩们说球员都会有一个手势，给大家看一下。来来来来，球员都是这样的，球员的手势。让我们用最热情的球员掌声欢迎！加油！拿手的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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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笑不出来？加油！暴露比赛，虽然是2-1，但是现
结束了，现在呢，女孩呢就要开始准备中场表演，学姐学妹的 PK 舞蹈，全黑学妹组，重点是好饿啊！你要一直说，你要一直缩肚子，哎，哎，这个就来了，学妹的话我会，学姐组够了，够了，加油了，加油了，学妹组全部去应援，你们知道吗？对。我们是学姐组的应援团，其他学姐在休息室应援。今天又有烤鸭，今天有四袋哦，四袋，哇！烤鸭日，烤鸭日，哇！这里是在板德，是不是？好好哦，好好哦，希望每天都有烤鸭吃，耶！明天、后天、后天到后天、再到后天都有，好爽哦！干杯！能做的事情就是伸进他们，然后一起把力量交给他们。
女孩版的画面，每个女孩的 slogan 也都不一样哦。就像最后的进攻机会了，打我起来！叫做哪有，我是西伟，我要开三枝花。开两个字哦。第二代你们是一，少女时代，这是大家的少女的时代。我觉得很棒啊，真的就像回忆一样，就是大家的少女时代。真的吗？你们觉得好像快结束了，怎么还有？不会不会不会，会想要继续看下去。等一下换我了，富二代加油，富二代。直接这样展现 ，Oh my god！ 我没有跌倒，我没有绊死他那个 dancer。雨欣真的喜欢喜欢，非常的辣，真的真的。今天刚刚有看到我们，有啊有啊，超美！有看我的屁股在动吗？有，非常的太辣了，以前说不行，我下次不跳了。这就是女孩趴迷人的地方，因为真的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舞风是平常不会展现的，平常不会在球场跳到的，对，就不会抖屁股，但今天大家都给他抖起来，哎，每一组都要抖，哎，我等一下下一组也要抖起来，好，抖起来，换我们的啦，快点快点，我们要准备开始了，富二代加油，紧张吗？紧张吗？紧张，我好像有点淡定，来练舞练舞。
最紧张的部分不是我舞蹈，是我要坐他的地方，我一定要坐在拍子上，因为他那个拍子很恐怖的是他没有拍子，他只能靠感觉，真的是感觉，感觉问题，心跳太快就快了，心跳太慢就又慢了，真的，没关系，拜托，等一下一定会顺利，可以。终于表演完了，最开心的是我竟然得到献花，哎，感谢慧妮、以轩跟慧慧三慧，这三慧要上去了。菲菲已经换好妆了，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支影片有讲到，这是他们尺度最大的一次。其实也还好啦，就是衣服少了点，稍微短了点，稍微短了点，稍微肉多了一点。可能是太胖的部分。上次你们一讲完，我就期待到现在，哎，结果上次就英语联赛，但这一次今天终于，来哦。Last fast, bring it right back. Wear it like that, mov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 do it like that. Kiss it like that, making it last fast, bring it right back. Wear it like that, mov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 do it like that. Kiss it like that, making it last fast, bring it right back. Wear it like that, move it like that. Like it like, 菲菲好正啊，你们太正了吧，哎，你们的屁股真的太猛了，天哪，我必须说，这真的是只有辣咪趴才会出现的。真的，因为我们平常的舞风就是不是这个路线，那么其实跳过很多舞蹈，那只有在这种时候可以全部的给它发挥出来。没错，女孩的特别的一面，没错，希望大家会喜欢，是一定喜欢。哎，我们结束了，富二代，我们富二代富有颜值，富有有趣的灵魂，富有资历，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二代，富有的富，希望可以富有钱。没错，希望大家都变富有钱，未来都是真正的富二代。但是我们的小孩才是富二代。就是我们刚刚在跳的时候，超白痴，因为有个桥段是林丹要把我推走，对，结果他真的把我推走，他真的推到我下去了。肩膀就不小心到了，他推到我的脸，对，然后我就这样去了，然后真的是这样去，然后就想说好啊好啊，我等一下一定要对到拍，好险那个咒有对到，有。最有趣的舞蹈就在这了，整个表演结束了，希望之后的春九尾啊，搞不好可以来找我们。对，赶快来。对啊，去年我们也是表演很棒的舞蹈，结果一个都没有接到。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机会接到了，好啦，想要找我们表演可以在下面留言啦，辣姑甜趴成功成功，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也可以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很少看到我表演吧，第一次我没有看过你上台表演，我跟丽萱在继续看，然后你一出来他就说果然小琴跳最对位，谢谢，赞。